来自克里昂信息，关于即将到来的新系统。来自光之旅的博客。问候，亲爱的人们，我是磁力服务的克里昂，向您问候。你们的 DNA 有可能改变吗？现在我们之前已经研究过这一点，并且我们已经说过，是的，但不会像你们想的那样改变甚至衡量。对于那些没有听到的人来说，有一个新系统即将到来，我们称之为预言，因为它讲述了这个星球上光之工作者和老灵魂的未来生活。你们已经从旧能量中毕业，到了所有类型的业力能量都将被完全彻底消除的程度，它不会传递到你们的下一生。你们中的许多人老灵魂都会干净的回来，也就是说，不仅没有业力能量，而且你们的阿卡夏记录 Akashic Records， 也就是所有前世能量的记录也会消失。这完全背离了所有宗教历史，背离了所有依靠这些事物来塑造和创造生命，以及你们所做的和你们的愿望的灵性历史。想象一下，他们失踪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频道将告诉你们什么将取代他们。你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我们为此提出了一个案例。我们说，为什么要把旧能量系统带入新能量吗？而你们却没有。你们中的一些人预见了这一点。你们有些人认为这可能会很慢。它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慢。下次你们中的一些人进来时，你们就会知道你们之所是。你们会重新开始。你们将不必再经历任何曾经必须经历的事情。相反，你们将走在学习掌握的路上。人类对事物的反应或无反应，大师带来的智慧，这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学习的掌握的学校，而不是阿卡夏的学校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的 DNA 发生了什么事。亲爱的伊们，神圣的人们，我们已经告诉你们很多次了，你们生下来时显然有23对染色体，你们是人类的第23个版本，这不是你们在几十万年前找到的版本。你们的科学现在正在向你们展示这一点。你们并不是来自你们所认为的人类祖先。这不是我编的，这也不一定是个深奥的事实。人类学家、科学家开始发现你们不像你们的祖先。演化系统、规模、时间线，无论你们想说什么，都发生了彻底的断裂。突然间你们有了23对染色体。我们已经告诉你们，这是介入。这个频道的主题要宏大得多。亲爱的伊们，你们 DNA 不是有23对染色体。你们 DNA 有24对，但只有23对是透过你们的科学研究和可见的。你们仍然在看事物，在视觉上你们仍然在三维的光中检查事物。你们仍然根据你们所处的第四维度来看待你们认为存在的东西。但是当你们开始以多维度的方式看待事物，并拥有测量它的仪器时，你们会在你们的 DNA 上发现你们认为的地方应该是第24对。现在，它已经存在多久了呢？这很重要。当你们认为存在转变和变化，人类来自于一个系统或进化或背离你们的祖先时，突然你们看到了23对染色体。人类学家正在将其拉回它发生的某个地方。发生的事情是你们并没有突然得到23对。所有的都改变了，
但是你们收到了过去的24对被改变来组成你们现在拥有的23对，并且另一组给了你们多维组第24对。所以你们一直都这样。但我们在这里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他只是躺在那里什么都没做。第24对来自星星。那些深奥的想听这个的人正在仔细的听，那些搞科学的人已经准备好关掉它了，因为它太奇怪了。所以在你们关闭它之前，让我问你们，你们真的认为你们知道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吗？有一天你们会嘲笑你们今天不知道的事，有一天你们会说，那是在我们发现向我们展示故事其余部分的仪器之前。这些仪器是多维的，它们会在你们的身体内启发并展示很多东西。量子生物学家已经在研究人类多维细胞结构的可能性，其中当然包括 DNA。 实验非常有说服力。你们是一个多维度的存在，其中的一部分是第24对染色体，你们仍然是24的一员。现在24即将被启动，他们即将准备好完成他们的工作。等一下，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人类进来，光之工作者，老灵魂在下一生到达，没有任何业力，没有任何蓝图，没有任何阿卡夏。那么你们将拥有什么来建立掌握说明呢？如果你们没有关于你们之所事的记录，而且它也不存在于你们的 DNA 中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将称之为直觉的深奥智慧。第24对是你们的灵魂对，第24对包含了来自星星的各个时代的所有掌握和智慧，它将取代并将取代你们的旧能量阿卡夏和你们不再存在的业力，而取代旧能量的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东西。那些很久以前介入的人给了你们这个，这是扬声讯息，这是灵魂讯息，它开始了你们将成为谁的全新研究。第24对开始发光照亮，并开始向你们提供深奥的智慧讯息，它来自你们的直觉。亲爱的伊们，你们的直觉将会不断扩大，凭直觉你们就会知道大师下一步会做什么，直觉上你们会知道如何帮助别人，凭直觉你们将知道如何获得人类数十万年来所没有的智慧。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地球还有希望了吗？地球怎样才能不再有战争呢？我们之前已经说过这一点，准备好让它变得有吸引力，这不会是你们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回避的事情。亲爱的伊们，这将会很有吸引力，人们会想知道你们所知道的，他们将与这个团体在一起，他不会被孤立和偏见，他会被接受，人们会想知道你们所知道的。这就是发生在这个星球的大师身上的事，人们想要在他们身边，但这次，这一次，你们会有很多人，这会很有吸引力，它将逐渐进入新发明，你们会被视为拥有智慧的人，然后还会有更多，然后会有更多，进化就是这样进行的。第24对，你们能改变你们的 DNA 吗？你们已经拥有了，现在它开始对你们的改变，这种转变你们所处的时间做出反应。现在是第24对智慧的觉醒的时候了，这将取代缺失的阿卡夏、缺失的业力、所有那些让时间一再重复的旧能量。
它将消失，它将会丢失。等待一些美丽的东西，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，一些你们会喜欢的东西，称为你们的下一生。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，我们会的，但请放心，老灵魂，你们确实会经历扬升。亲爱的心，欢迎来到新地球的开始。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，我们会的，但请放心，老灵魂，你确实会经历扬升。我是克里昂，爱着你们所有人，带着爱和自由。就是这样，来自克里昂的祝福 Cryon。 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